背后21号中锋 Number 21酷帅高人曾祥军，哦，还后接球，哇，阿迪诺，哇，曾祥军的麻辣火锅，前场快攻机会，在哪儿？台湾喷射机来了。所以这个是曾祥军从后场麻辣锅之后，又把球抄了回来，前场有一个4-1的机会 ，Michael Singletary 交给了曾祥军。祥军交给 Michael Singletary， 在45度角拔一颗。其实这个就是祥军在进步。你看他做 help 的时候，看到防守者退了，54%的命中率哦，也是6队里面最烂的。祥军看了一下篮筐，从3分线外出手命中了，总算是投进了3分球。哇！对，他说要有3分球，今天就有。出现失误的情况下，周桂宇带球快攻，再交回给篮底上队友曾祥军把握住，个人连得5分。曾祥军，辛特利拿到球，利用一些时间差高抛这2分。地板传球，这一次找了洪凯杰，但是曾祥军命错阳差拿到球，在第二节个人双位数得分进球，也是变相的三角传球。底线出手受到干扰。今年球季勇士队有3次得分突破110，最高的一次是125分。曾祥军从弧顶砍进单场第2颗的3分弹，弧顶拿球的曾祥军，桂宇还打一个 pick and roll， 这个自己抛下篮筐，最收补扣的是曾祥军，酷帅高冷，赛少都也坐不住了。前场快攻机会，周桂宇背后铲球，曾祥军再要到分数。